你说那只大拉拉？对啊，那只大拉拉是非常乖的那一只啊，是被送走没错，可是他那个哪个人？那个妈妈不舍得，我又去彰化接回来。啊？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他不舍得，妈妈不舍得，环境不好吗？对，他就嫌他那个环境没有在我这边那么快乐，他就又把接回来。啊，是哦，可是他也知道你这边是短暂的那个啊，也不是他永远的家。对啊，可是他就尽量在帮他找啊。哦，他觉得那边不够满意啦，他就先把他弄回来。摩卡。哦，所以你们家都维持六只，可爱的摩卡。接下来接替的就已经找到。啊，因为再下去哦。再下去。我会。但是没办法。